有得沖涼，有得沖涼咧就換衫啦，換到自己冇曬力，因為有時著錯咗咧，又從頭著過，哎呀！哦，原來就係依度吃早飯，喂喂，世界快樂城裏邊咧就有咁嘅餐廳，喺度食早餐。啊，就是我们黑龙江文波的这个地方，是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就是全世界最肥沃的三块地方之一。我哋又嚟到索菲亚大教堂啦。大娃，小件寄存。冰棍儿，马甸冰棍儿。哈哈，哇，这么多了。你讲，索菲亚大教堂。哇，好凍啊！入去俄羅斯畫廊度唞一唞先。出面好凍，放咗一陣航拍就凍到死死下，都係走嚟呢個畫廊度暖下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东北最有名的一首歌了，野狼 disco。 野狼 disco， 对对。哦，怪不得这么冻啊。啊，下雪了，怪不得这么冷。这么轻，轻得很，轻得像塑料啊。不重，不重，不重的。哦，萝卜现在。哇，现在很便宜哦。这个是纸巾，然后很多都有。啊，不要买困难了，别的大弟弟。没有别的，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啊，这个最快了。我的妈呀！半盒中餐了，这茶，茶，哪里疼茶哪里。过去18岁，没带表，不过有时间。有俄罗斯特产，亦都有东北特产。黑龙江特产，就喺翻呢度食饭。你们欣赏一下。墨翠，这是我爷爷雕的。朱古力宝宝。妹妹，你们今天吃第一个这个生物原味啊。是松花干、松花酱，你见到咧已经系结晒冰噶啦吓，成条江咁可以行落去。嗱，其实白蒙蒙咧一片咧就冇乜好拍噶啦，而家啊，不过咧导游咧就让我哋感受一下喺度结咗冰嘅江上面行走咧系点嘅感觉啊！我俾大家睇下，因为而家落紧雪噶嘛。咁你又將啲雪咧挖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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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挖開，挖開，咁你就係個冰面嘞喎，就係依個江面啦。哦，有依啲咁樣長龍喎，雪地長龍喎，哇，好得意喎，咁樣喺依個江上面，松花江上面玩雪地長龍，睇下鏟雪車點樣鏟依啲白色垃圾，壓平佢啊！嗱，依家仲個鏟嚟壓平。打橫咁一平，好啦，咁今日個節目都行完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翻酒店，明天我就搭飛機走啦。不過咧，仲會喺呢個晉江機場咧就留一晚嘅。嚟到呢個防洪紀念碑嗰度位置啦，啊，哇，高十色。继续落紧雪。是个防洪纪念碑。对啊。开灯。是。
会转，用同样的镜头，你剪视频部位，两件视频不同的。因为我有自己的抖音啊，我有自己的抖音，有自己的B 站。好啊，是不错啊。哈尔滨主要是汉族、满族还有回族为主，司机大哥是本地人。好了，司机大佬走了，就搭送咗我嚟呢个斯伯莱登酒店。踩落去有脚印，我啱啱落完雪嘅地下。